根據呢個 New York Post 啊，紐約郵報嘅報告就話咧，根據咧 Top Secret Service Sources 啊，係高級嘅秘密啊服務嘅來源，咁即係佢哋特工啦嚇、啊，就咧啊美國總統啊 Joe Biden 咧、啊，就係咧話咗俾 Joe Biden 知啊 ，the name of the person 啊，嗰個一某個人嘅名啊。咁我做咗咩咧？攞咗啲可樂英啊 ，Who bought cocaine 去白宮啊？咁我哋大家知道咧，就係、是、早一啲時間咧，咁啊就有人發現咧喺白宮嘅一個相對保安嚴格嘅地方啊，就發現咗咧有啲可樂英啊，咁啊。當然啦，去得嗰個地方啲人就唔係好多嘅，咁啊就咁啊，佢哋就派人去調查啦。調查完之後話咧，誒、哎，我哋咧就決定尾數啦，收工。嗱，呢、啊、啲叫法治啊，即係話咧，啊喺白宮入邊啊，有人攞咗可樂煙入嚟，咁然之後就當然攞入嚟冇理由唔用啊，係嘛？咁我哋假設咧有人係用咗，用咗之後咧，咁啊。因為佢係白宮，所以咧就調查，咁啊一定要調查啦。調查完之後攞到指紋啦，有咗指紋，咁啊有個 successful match 啊，揾到一個同個指紋相配合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但係冇任何嘢啊。咁所以而家佢哋就話咧，國會應唔應該調查咧？咁樣啊，咁而家白宮。在美國那邊的有關的保安機構啊，因為是在白宮裡面發現，所以不查。現在呢，國會想查，法治啊，這些叫做美國式的法治，雙重標準，就有錢人，有攜帶可樂英去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啊，白宮啊，可以乜事都冇噶，拍拍手啊。咁啊，呢度就話咧，連總統都知係邊個啦。總統知係邊個，咪更加唔能夠喐手控告佢咯，係咪啊？